凯啊，你着甲冤家相拍，你毋敢来拍拳哦？你是要用什么办法，甲恁阿哥交代啊？我问你，若要拍拳，知未来？你只讲，做选手，还是做教练，后头要做外送，你敢要安尼？正讲你是要哪拍啦？这个拍落去摆脚，你知无？阿豪叫你去看，恁爸因为这件代志，喊我搞秘密，你是要拍偶像拳？我无想拍偶像拳，我就是想要拍。